搜狐娱乐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Angela 张韶涵。Angela 张韶涵近日为个人第八张专辑 A8 如火如荼进行前置作业，前阵子更宣告启动 A8 计划，透过网络直播让歌迷参与，让歌迷看到他拍摄 MV 等前置过程，以明星真人秀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看。这一次的新专辑其实就是宣传算跑得比较快的吧，因为这一次的新专辑虽然应该是会在过完年后有一阵子才会发，但是我觉得这次的 A8 计划也算是一个突破。那在这个 A8 计划里面，也希望把这个宣传拉的时间更长一点，让大家随时都可以很 live 的一个跟我直接一个接触。张韶涵期盼能够更贴近粉丝，不过首度利用这样的方式，可也苦了他自己。比较困难的地方应该是说，其实在 life 的一些过程中，当然就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，比如说我在赶路途啊，或者是点跟点之间会，或者在拍 MV 的时候会有一些 delay 的状态，那就无法真正好像准时的开 life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经过剪接，没有经过设定好的东西，所以有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比较对我们私底下的一些不管是状况也好，然后我们在背后努力准备这个专辑的一些过程都会更了解。张韶涵为了给粉丝们耳目一新的感受，是费尽心思每日每夜地投入新专辑的前置作业。张韶涵个人所经营的鞋子品牌日前宣布开第二间分店，是让他忙得蜡烛两头烧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我是漫威搜狐视频，肯定。